之后还要走，走导管，然后跑到这边来，塞到，把这个打开，然后把纸塞进去，然后到这边来，到这边，过来这儿，然后是有一个黑点，黑色的点，大概在这个针头。大概在黑色的点的位置上，然后跑到这边来，把这个夹住，过上去夹住，然后到这边来，拿这个不够长。这个电源开，哎，这屏幕怎么这样？然后按 F1 polygon F1，OK， 这样 OK， 然后调整好。这个位置，这个黑点必须要顶着这个刀的中心。把这个松一松，把这上面的刀拿出来，然后把这个螺丝松一松。这是刀，这是刀，把这个刀夹住，夹紧了之后，把这个放进去，拧上去，这上面有刀。这个刀的出来的高度大概在0.5毫米左右，看不见啊。刀的高度0.5毫米，然后这个中间的黄色的螺丝给它夹紧，这个黄色的不是后边这个，中间的这个黄色的夹紧拧紧，它就不动了。OK， 然后把这个挂到这边。挂到这里边，然后紧上。OK， 然后这个刀的中心一定要在这个黑点的中心，但是这个左右还有点偏差，左右还有点偏差，然后到这边来，把这个松开，左右偏差调整是把这个松开。刀是黑点的左边的话，可以把这个挪动到右边，往里去，右边去。然后是在右边的话，可以挪动到左边来。我们现在在左边，可以往右稍微往那边稍微去一点。然后这个往左往右，这是右，从前面看那边是右，然后这边是左，然后这个往那边去一点，然后再夹住之后再摁一次 F1 organ。然后再看一下黑点的位置，刀的位置，现在就算是已经到黑点的中心了，这样就刻字机 OK， 然后这个 take up tool 呢
是收废纸的，收废纸。Pick up three 呢，卷纸的，卷纸的。我们要是不收废纸的话，就不用打开；收卷纸就要把这个打开。OK。然后把纸送到这边来，到这边来，挂在这边，这边也是这个距离，纸张的距离也是二十毫米，留着缝隙。只是从这儿下来之后，从这个滚子出来，收到这个桶里边。然后啊，我再说一下这个纸桶怎么拿下来，把这个用手推一下，放气儿，然后放出来，然后就这个就可以抽出来了。哎，这还得充气儿。充气儿呢，把这个顶上摁下去，顶上摁下去，然后充气儿。没气了，没气了。